开始。阿弥陀佛，哎，法王。那我们今天呢，又很高兴呢，也算是在过年前的最后一堂课了哈。我们聊完这一堂课呢，可能就大家准备要来过年了。那为什么老师要强调过年呢？因为过年呢，可能大家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休息也好，还是跟家人、跟亲朋好友在一起聊聊天嘛，聚一聚。这个时候呢，我希望你们有这个因缘来共修学习的三朝末日的事，那你们必须要好好的把握善用过年的这个年假，跟你的亲朋好友、跟你的家人聊一聊，聊说，哎呀，我在过年前，有去共修了地藏王菩萨三朝末日的几堂课，跟他们分享介绍一下，你这一两个月来上这几堂课的心得，你要跟他们提说，知道吗？地藏菩萨，我们所熟知的，他就是管地狱的，管十殿阎罗的，甚至现在韩国有一部电影也蛮红的，叫什么《与神同行》。他演的就是这十殿阎罗的故事嘛，看一个那么英勇的救灾的消防员，在救灾当中不幸罹难，是被世人视为是英雄，对不对？可是呢，他一到地狱里面去了，仍然还要接受电影里面是把十殿改为七殿没有说到十殿，仍然要接受一殿一殿阎罗王的什么审核。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阎罗王就是归我们地藏王菩萨在掌管的，所以我们才说呢，地藏菩萨除了管死去的鬼灵、这些鬼道众生，管十殿阎罗、管投胎转世，更重要的，他就是在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三世因果。那因为这样子呢，我们不要等到我们死了才下到地狱里面去呢，接受这一殿一殿阎罗王的审判考核，还要去看前世到底做了什么好事跟坏事。我们不需要等到死去，其实地藏菩萨他就很慈悲地告诉我们，有那么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叫三朝末日的法门，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还在生的时候还有这个能力来了解或者改变我们所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透过末日来解释自己。那从这部电影还是从末轮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呢，它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所有人的人性当中，普遍有很糟糕的一种特质，就是隐恶，把每一个人不好的习性、不好的想法，你会自然而然去把它怎么隐藏、逃避，不愿去面对，扬善，讲的都是自己好的，在所有人面前都表现出，哎，我就是一个好人，我就是个很好的行为，是不是？可是你私底下有没有做了很多这种不为人知的不好的事情？有没有？有啊，就像那电影里面那个男主角啊，同事的眼中他没有很英勇，都在救灾救难，可是他的私底下有没有做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有啊，包括
善之外呢，还更加糟糕的是什么叫自我感觉良好啊。所以曾经老师跟各位分享过，我就最怕那时候能跟我讲说，哎呀，我平常都没有在做亏心事，所以半夜不怕鬼敲门。我真的很怕讲这句话的人，我就怕死了，是不是？他说认为他自己在身口意都已经非常的尽善事尽美的，做的都是十三业啊。平常不做亏心事，包括身口意都不犯恶业的人，其实这样的人，我们几乎可以把他称为叫圣人的了。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圣人，啊，这个叫什么？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只看到这个人的，要么说他的傲慢无知啊，我们看不到他的谦卑跟智慧。就像我们一些人，哎，我都没病没病，哎，去身体检查啊，验一检查，癌症第三期了。还是很多人参加完宴会，现在尾牙很多嘛，哎，我没醉没醉。车子一开上去，检查完下来检查，都超高，都快要失去意识，开车都要酒驾撞死人了。所以人都会有这种自我感觉良好或是自我麻痹的那种无知的现象。所以我才在强调，所有的人都需要来请地藏菩萨帮我们转场。就像所有的人都不需要做身体健康检查，所有的人，你有没有犯在所谓的隐恶扬善，有没有犯在所谓的自我感觉良好，这样的一个很糟糕的人性的习性上，那一看他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要用过年的时间呢，好好的来帮家人亲友来战场啊。那有的人就会讲啊，老师，那如果我参帮家参场啊，那讲不准了该怎么办？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在你在不熟悉这一个轮向的状况之下，你随便去帮人家占场啊。因为我们从前一堂课有告诉各位，第一轮向啊，第二轮向啊，啊，你帮人家占场出来是杀生啊，是偷盗啦，是邪淫啊。你不了解他有狭义跟广义的解释啊，帮帮人家占场出来，哇，你看那个十二页好可怕，是不是？可是各位已经有来上了好几堂课了，哎，已经知道什么叫狭义，什么叫广义的了，是不是？那你就可以跟对方慢慢的来解释啊，甚至还可以解释到，哎，这是有前世一直到今世的一些不同的变化，甚至呢还更重要的，当我们站出来一个善一个恶业的时候呢，他还可以进步，透过第二轮向来查出什么轻重的变化啊。在我们新的定义之下，第二轮向它的轻重变化可以从正六到零到负六，那总共几个等级？三个等级内，是不是？所以各位一定要来上课学习。可是，在上课学习之后呢，哎，您可能已经略有一些基本的这种概念在。那你要如何进一步的去更能够体会这样的一个轮向上哦，所谓善恶的变化、轻重大小、层级的不同，只有一个办法：你要真正能够完全领悟整个三茶末轮轮向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跟运用，除了来跟老师上课建立起基本的概念之外，就是一定要把自己
自己跟帮别人转账。我常讲佛学里面的很多学问，当我们要向诸佛菩萨效法学习的时候呢，这些学问都可以称为叫做实验学。什么叫实验？你就是一定要去身体力行，你不能只听老师或是一些法师讲，你不能只看经文，就像拿着一般所有的书在那边读啦看啦读啦看啦，不行。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一句话讲的非常好啊，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是不是？那如果你说哇，看书你就可以得到所有的智慧了，那我告诉你了，你都不用出国去玩了，你就电视啊，什么中国旅游啦、世界环球啊，播起来看，你干嘛要花那么多钱坐飞机放那个地方去看？自身的体受、体验、感受一不一样？不一样嘛，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到当地去走一趟，不迟那个坐车劳顿还花那么多钱。那我告诉各位，所有的佛学、所有的修行都是如此。告诉你啊，布施能舍就能够得，可是你想要去布施，哇，心痛得不得了。好，几万块钱出去，多少钱捐出去，啊，好痛啊，舍不得，是不是？可是你当啊，人家那个菩萨跟我们讲，我们就是能舍就能够得，好吧，就捐吧，就舍吧。结果啊，一捐出去，那不得了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善因缘进来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就是他们跟人家分享。不管是台中佛堂、台北佛堂还是高雄佛堂，我们现有三个佛堂都是租的，那个租金啊，都叫超乎想象的便宜。台北金华地段，平均行情我们那个地方都要五六万，结果一般的价位37,000租到了。台中也是，正常行情都要34,000，结果20,000租到。高雄更大，整整一楼10平，地下室70平，正常行情也要10万块，更便宜，12,000租到了。那这个都是什么？因为我们佛堂是真的为众生在付出，没有在做任何的盈利行为。这个就是菩萨看得到，他知道我们是正在做，是有在累积这个福报，他就会找了很多善缘过来。尤其像那个台北啊，这个专业我一算，今年第7年了，房租都是每年1000，每年签约签一次哦，7年了没涨过价。你觉得很难想象啊？你看我们7年来这个，怎么油电双涨？这个物价已经涨过几波了，一碗面都从这个20块吃到35块了，快要涨一倍了，没涨。所以我在告诫各位，当我们在学很多佛经里面的道理的时候，不要，哎呀，只看看，纯属参考，身体力行。所以为什么呢？在90年，我发愿要来弘扬
人都130告一套木轮，他买得起来吗？买不起啊。所以我马上进一步的发愿怎么做，我花了10万块去做塑胶模具。为什么？用塑胶射出的它会最痛，然后再去设计那个贴纸。哎，结果发现这种塑胶做的木轮上面是用贴纸贴的，外面也有在卖啊，一套卖多少？一套卖200。哎，真的就比3000块便宜很多。好，但是我花了10万块做了模具，再花了10万块，我做了5000套的木轮，我拿来什么？我拿来送。那这个就是在直接的身体力气。当你说你要来弘扬一个法门，它最重要的就是要木轮。那要不要把这个法门准备好？这套木轮3000块门槛太高了，马上就把别人拒于这个法门之外了，好吧？那我先用塑胶的嘛，免费来结缘。那你要来索取，哎，勉强加个邮寄的运费50块，是大家愿意来，好吧？我把这个木轮捡回来，那我马上来。照经书里面的，还是赵老师所写的这个啊，佛门占卜书里面的教导，我是不是的确是进来应用？那为什么就是坚持一定要投资这笔20-30万的经费来做我们现场的目的？因为你想要学会了解这一套法门，你必须一定要战场。核心点就是在这里，所以每个人来共修，好，你要木头的法轮，那当然是木头的木轮，那当然是更好，好，让人家觉得更加的庄严，好，有那个氛围，好，质感在。可是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也只是想要来所谓的先体验一下，好，那我们这边的塑胶制的木轮的，你们每个人一定都要用。有一个小锦囊装着，啊，到了亲朋好友，大过年啊，聊天啊，哎，我学到一个战场木轮的，很好的地藏通，来，我可以请地藏菩萨来帮每个人战场一下。那这个时候，你除了准备这个三茶木轮之外呢，你还要准备2件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件是什么？地藏王菩萨的图像。好，我们这边地藏王菩萨应该还有那个表背的嘛？来，2张图像，每一个人都可以发一张跟2张。再来第二个，来，三茶的表单。我们这个表单也有啊，等一下，空白的也给每个人准备一份，所以你准备3件东西：地藏王菩萨的图像、三茶木轮，还有三茶表单。好，就是3个。到了朋友家，喝三茶了啊，可以来，地藏王菩萨的图像请出来，找个地方。啊，桌子上啊，就先放着，啊，好，那对方呢，他要来供佛，他要来念1000声佛号，那念1000声佛号呢，比较简单，啊，那供佛呢，供佛也很简单，在经文里面虽然规定供佛呢，你要准备鲜花，要准备水果。那如果你住家方便，很方便的可以买到鲜花水果，那当然是很好了哈。那不然年节到了，来家里面，这朋友家里面或者你家里面会不会有这些糕饼啊？会不会有这些水果？一样
水果请出来供佛啊。啊，没有鲜花啊，这个勉强还可以一点哈、啊。没有鲜花，如果你有比较喜欢的什么啊，珠宝啦、手环啦、你喜欢的一些小饰品啦，请问可不可以来供佛？也可以，这样知道吗？啊，你喜欢的小饰品，家里面的糕饼，这些水果啊，就拿出来供佛。表示我们对地藏王菩萨什么敬意，表示我们认同这个大菩萨。好，供完佛有没有上香？啊，如果家里有香，一样。啊，有檀香，有卧香啊，一样跟他上香。甚至啊，我们在喝茶一样跟他供杯茶，我们就等同于把这个地藏王菩萨好像是当成一个很尊贵的长者客人，我们把他从天界引请到我们家里面来。那客人来了，这些糕点、水果、茶点要不要奉上？就用这样的很简单的观念来想就对了，就是表示我们把他引请下来，对他的一个认同跟尊敬嘛。就是你不要把他想的哇，很复杂、很严肃。这样了解吗？啊，不像请出来了，家里面所有的好吃、好喝、好用的来，通通给他供上。啊，再来，在茶单要不要把你写好了？你的资料、姓名、住址，还有哎，我们在茶单念啊，很大的一个空白栏，写上你要了解你的三世因果，还是要了解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婚姻感情的问题啦，你事业的问题啦，你身体上病痛的问题，可不可以都写上？啊，一定要写上。写好了以后呢，来就在地藏王菩萨面前啊，找个椅子坐下来，能够跟他来为宣礼佛三拜，那是最好。那如果很多人对这种佛门的礼节不懂，关系，那就啊，家里普遍都会有香，啊，那就拿个香，啊，然后，那、啊、没有香炉怎么办呢？那更简单，如果你有饼干，就直接插在饼干上面；有水果，直接插在水果上面。而且那个什么最好？那如果你有橘子啊，插在橘子中间，啊，所以有没有香炉也不重要。好，就对地藏菩萨上香。然后呢，开始念地藏菩萨佛号，把你的姓名资料禀报一下，跟地藏菩萨说：“那我今天是谁？我很虔诚的来恭请你啊，以这个地藏三茶木轮来指引我的疑惑，来告知我有哪些三世因果的因果业力啊。”那都禀报完之后啊，就坐在他的前面。轻轻的来念佛号。有些人不懂得什么为去留三拜，就跟我们一般庙里面拿着香这样拜拜，这样就可以了，这样知道吗？好，所以还记得在第一堂课老师很强调了一点，叫做契机施教，这样知道吗？所以像我们这边在念佛呢，这里以前在普化呢很有趣，如果你是有这个佛门弟子来我们这边呢，普化要念观世音菩萨的佛号。好，我就念个规矩，有皈依佛门的就有皈依的啊，要念一千声。没有皈依的啊，平常也没有什么在拜拜的哈、啊、念五百声就好。啊，那老师问我按这个怎么有分别心呐、啊，好，有皈依的要念一千声，甚至呢，如果不挂保和皈的话呢，啊，可能一千声、两千声还要再加，这叫契机施教。啊，所以说每一个人的这种啊，他对这种仙佛菩萨互动的因缘是不是不同？那你要去了解他的一个对这个的认同度。啊，我们基本
到门槛了，定得太高，哎，定得太高，他就怎么，他就吓到了，啊，所以不能会去流三半，那也没关系，让他先拜拜就好了，啊，我们要试着一步一步的引导对方呢，来慢慢亲近我们诸佛菩萨，了解他的威神力也好，或是了解他的慈悲心也好，啊，就要循循善诱嘛。好，这些都做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把木轮开始来为他转场，就像老师在帮各位转场一样，一样第一轮下，第二轮下，啊，在转场杆上面，啊，直接来勾选。那你把这个山茶这些资料都学好了以后呢，其实告诉各位，你们还不是很懂没关系，还记得带一本山茶经，或是带一本老师写的茶三十因果的书，山茶出来了，看着单子，就你的所学，你能够讲多少就讲多少。好，如果你真的没办法讲那么多啊，就把《三茶经》跟《茶三十因果》的书给对方，来，那自己慢慢看，里面十三二页的解说啊，轻重的解说，啊，甚至189个轮相的解说，书里面有没有？有啊。所以我最喜欢哦，跟很多人在分享一个呢，我们去帮人家做那个公益普化服务。在几年前呢，啊，我们参加了什么，人家的什么爱心圆游会，有时候年底呢，很多单位办那个爱心圆游会，来邀请我们拨款去，啊，那就还有两个摊位，一个摊位说帮人家看八次，那一个摊位呢，啊，那时候没有参茶，他说不挂，啊，那不挂呢，我们拨款都是啊，年米，年300米，啊，所以。哇，你看那个圆游会人多少啊！啊，我们就排一个叫做流程，啊，来，这个要卜卦的，第一个坐下来，要先写基本资料，啊，卜卦单写完，啊，换到第二个位置，连300米，啊，那连完300米呢，来我们那个义工老师就帮他把这个米粒写一下，啊，卦名写一下，啊，换到第三个位置，啊，那就几个义工老师呢来帮忙。跟他解读那个卦象，你所问的吉凶嘛，哈，那你看那个哇，几十个人在后面排队啊。因此呢，我们在后面解卦的那个义工老师的那个桌子上啊，就放了10几20本易经注解的书，好啊，跟你只看每一个人是看了只能讲解3分钟，讲解3分钟不是很详细呀，啊，就把那个卦单啊，这个书拿起来，他就。来来，这个师兄，你问的这个房子能不能卖得出去哈？他就哎，你这个卦就在这个第131页在这里，他就假设他说法给你，好，哎，那你到后面到旁边了，那自己去翻翻看，你就看到那个旁边哦，站着10几个人在那边翻书查卦，然后就听到很多人在那边喊，哇，好准啊，好准啊，好准，了解。那这就是告诉各位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分享，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去写书，啊，那我们只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程序，我们是引导对方来认识了解哇，什么叫三茶轮相，那你说要做进一步的对方很详细的解说，如果你学的不够，经验也不够，那还有什么可以来帮忙你辅佐你书嘛，这样了解吗？啊，真的觉得看这本三茶上面放去的经书，茶三十因果的书，哎，真的讲的一些事情跟我要问的事情都蛮相应的，好，书就结束了，这一套都可以送给他。那你是不是跟这样跟你的这个亲朋好友结下这个善缘？有没有引导他进一步来了解？有一个。
家做这样的一个三叉服务呢，我常常都不断的提醒各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没有会不会的问题，但告诉我什么叫会，像老师这样子吗？我也不见得我是会了，我也是不断在怎么样做中学，学中做，活大脑学大脑，那你不能像我这样子。那你要像我这样子，你要从我这个17年前、20年前那种不会的这个角色一步一步走上来了。所以很多人在学习就有这样一个很严重的盲点，都是看到人家经历10年、20年以后那个成功最后的成果，你没有看到人家这个我这10几20年怎么学过来的。那你不照我这10几20年这样走过来，你怎么可能学得会？所谓的你认得的学得会，是不是？这就是很多人的糟糕的盲点。所以要记住，当你在帮别人站场的时候，你没有会不会的问题。第二，你要想着你不是在为他服务，你是在跟他什么分享你的心得而已。你只在引导他说，哎，你看我学到这样的一个占察一个法门，那我用木轮来帮你占察。那事实上我也只是在做这个表面的形式而已，我也只是在帮你记录这个人像而已，我也只是在让你来了解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法门的而已。那至于要不要帮他解答的哇非常的详细非常的灵验，那是第二阶段第二层次的事情，那也是每一个各位你必须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体验了解。所以这也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学习的过程，这个叫实习。所以一定要帮人家占察，代表了你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代表着你是在跟对方分享你在这个占察木轮上的学习的心得。再来，你还升职向很重要的一个弘法的善终，所以各位要懂这个道理。好，你不要说啊，老师我不会啊，我讲错了怎么办啊？常常我这10几20年的这个公益服务，我在佛堂帮家服务，我也曾经问过菩萨这个问题啊，菩萨，如果我跟人家服务的时候我讲错了怎么办？你知道菩萨怎么跟我回应吗？他问我说，你觉得你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你所谓跟人家讲对讲错的几率有多高？说以我这20几年的经验啊，不敢讲100%了，90%绝对跑不掉。讲准的哦，讲对了90%。菩萨要问啊，那你讲准的，你给对方做了一些建议，然后能够接受你的建议，使他的不好的恶运来改变转变的这个几率有多高？我想一下说啊，很遗憾，就我的所知啊，5%。所以菩萨就说了，你看你都讲对了90%，可是能接受你的建议可能不到5%或者不到10%，所以剩下的假设10个人里面有9个人讲对，可是他只有1个或2个听你，那剩下的7个或8个是怎么样？他没这个福报。看你讲对了，他没这个福报，这件事情也是怎么样无解，这样子放吗？好，那我过来讲，
讲错了，你讲错了哈，我们都讲错了百分之十嘛，可是他竟然也接受你讲错了，那表示什么？表示他业力很深重，业力很重。你看，讲对了没人要听，也是业力很深重；讲错了他竟然听进去，那也是什么？也是他业力很深重。这样了解吗？所以你要去讲对或者讲错，其实你要看你的出发心。你有故意要去讲错吗？你没有故意要去讲错。你没有故意要去讲错，你的出发心是善的，是对的。可是你讲错了，为什么他既然会接受？那叫被鬼牵着走，自己业力深重，业力现前。所以，从因果业力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也要自我反省检讨，绝对是能够避免讲错，就不要讲错啊。所以一定要来上课学习，这是很重要啊。因为你不来上课学习，当你讲错的时候，就表示你是有那个心思，因为你不学，你就会讲错。可是你花了很多心思学了，你还讲错。表示你的心思是正念的，你不是故意要去讲错。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案例，今天有人掉到河里面要淹死了，你不会游泳，你可以跳下去救他吗？所有专家告诉你绝对不可以，你只是会害死自己而已。所以你是要拿其他的东西来帮忙救助他，然后如果你有了这一个反省检讨的心思，当下马上怎么样去报名游泳课学游泳，是不是如此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定为什么要来上课学习的重点之所在。所以不要再去想着讲对讲错啊，把它当成呢我们是在一个弘法善布，一个善法种子的一个心得分享啊。所以我们有书，我们有影片啊，你可能帮人亲朋好友观察，他拿了这张观察单子啊，看到像似懂非懂的，那就引导他来。我们这边有房老师写的书，我们 YouTube 有房老师的影片。来了解一下，甚至有更多的时间来。我们每个礼拜六下午，北投南高都有上课的时程啊，那欢迎你来跟我们参加上课共修。那不是把这个善法的种子给埋下来了吗？啊，所以在今天第一节课里面，老师就用很多的时间不断的鼓励。你们在过年期间一定随时随地带着刚才讲的三件很重要的东西，地藏菩萨的图像、三藏木轮、三藏的表单，这样都可以请师姐把这个东西都可以准备给你们，就带着嘛，是不是到亲朋好友家去做做，总是要了解新的话题吧，是不是？而每年在聊政治啊，骂这个党骂那个党的，那好像讲来讲去也没什么意思。那可能今年又有一个比较新的话题嘛，可能聊地震的问题嘛，那今年是不是地震年？那你是不是会所谓遇到一些这些不好的横祸？那要不要再查一下？是不是？可不可以来了解？我今年会不会遇到这些不好的横祸？那占查可不可以来占查出来？当然是可以嘛。怎么说？如果你占查出来有杀生，然后第二轮下课出现负六、负五，所谓的杀生大恶，请问你会不会有横祸？我告诉你了啊，不被房子压死了，可能出去都会被脚踏车撞死，可能自己走路摔到水沟里面了。都会给你招来这种杀生横祸，所以其实人要发生这些横祸，用无常的观念来看，有没有？
又做了那些啊行车记录器在车祸的影片，你这个看得很可怕，你这个不敢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他那个修理车，我不是一个好像是工程师嘛，啊，他是开比较高的修理车，后面一辆车打滑，就把他的后面这样撞下去了，他整辆车就怎么样，飞起来了，掉到那个高架桥下面去了。那你说这种算不算叫飞来横祸？人家从后面撞你的，他也没开得很快，他只是开在外线而已，还慢慢开啊。人家撞你，你飞出去，整个车子飞出去。啊，像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啊，开一辆那个比较老的修理车，啊，轮胎爆胎，上面不是坐七个人吗？整辆车也是飞，爆胎就弹飞到高架桥下面去嘛，七个人就死了六个。这是不是也是很火？啊，还要进来参加喜宴啊，同学的喜宴还是什么？所以其实我们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啦、啊、横祸啦、啊、莫名其妙的病痛啦、啊，新的一年到了，你观察一下，地藏菩萨马上就告诉你，你是不是厄运当头的啊？还是好的吉运福报要来了？马上可以告诉你。所以三场你担心这个害怕那个，不是一起是地方不少就明白了吗？不用在那边穷担心。好，那真的有横祸怎么办？赶快进步请示地藏菩萨该如何来做很多的功课来弥补啊，来化解这个可能会发生不好的厄运横祸啊。但是厄运横祸我们就把它称为叫业报现前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学占卜最重要的目的嘛，是不是？让每一个人了解，哎，你的这因果业力的状况如何，你的习性如何，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厄运横祸，赶快事先来做预防啊，来做处理啊，啊，那这才是我们来学习这个法门最重要的精神跟目的所在。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下一节课就直接进一步的来跟各位啊分享啊这个第一轮相跟第二轮相该如何来解读应用啊。那我们会就老师曾经观察过的一些案例啊，来跟各位做直接的这样讲解啊。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我现在这样的想法，我可能这样的一个情绪，我可能这样的观念，哎，就是我自己啊，这个才叫对，叫做被附身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呢，慢慢来了解起啊。尤其是如果再有发生杀生，那么你这个案例来讲，它有一个杀生的恶根在吗？哦，那很可能呢，附身他的这个不好的啊所谓的外力，可能就是由杀生这边来产生过来的。可是他的阴灵，他没有好好来祭祀超度的主灵啊，还是他的有感情牵绊的姻缘灵啊，甚至或他夭折的兄弟姐妹的亲灵啊，没有谈到这个亲灵。那个韩国里面《与神同行》就演到这一段，这个男主角他的在军中服役的弟弟，在战上说不小心被他的同袍开枪误杀了，误杀以后，他的长官为了怕把事情闹大，竟然就把他的弟弟拖到后山把他给埋掉，然后呢谎报为他逃兵失踪了。好，所以在那个情节呢也衍生出来，
这次男主角还好像还假借他弟弟的名义呢，写信啊，还是寄东西啊，再回去给他妈妈。是他弟弟已经死了，只是他的家人都不清楚他弟弟为什么会不见，也没有确定他的死因嘛。这个就是呢，我们要去了解呢。你看整个善恶业他人的这个因果变化的缘由。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今天在这个第二节课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开始已经跟各位来讲解，当我们实际观察出来，怎么样用广义的来看这些善恶业，尤其是在恶业的部分，再来更重要的是要用善恶一念之间的无常观念来重新定义第二轮相的善恶变化，然后从这个善恶变化，我们再来看到它数字上的轻重大小，然后再来进一步的了解，这种善恶变化可能第一个会起于自己本身的转为一念之间的善念或是恶念，再来去看到会不会是由其他的恶业的影响而来加诸在我身上的一个不好的恶业果报，那这个就是我们从第一轮相到第二轮相，不再以所谓的相应跟不相应去做论断，而以善恶一念之间的这种善恶变化来做判断了解。好，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第二节课要跟各位来共修分享的课程内容。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啊，我们就先下个休息了，谢谢各位。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先观察第一轮相啊。那第一轮相呢，就是把这十颗写有所谓十三页跟十二页的末轮呢，请对方呢一起来占指。那一占指以后呢，我们就看到案例上面，有出现在三业里面就有杀生、不偷盗、邪淫啊，口业有妄语、不恶口、绮语啊，那一业有贪欲、邪见，那很明显的，有两个这个。口业有一个不良舌，业有一个嗔恨，就是出现空白就没出现了，没有出来了。所以我们就了解，因为我们在第一轮相里面呢，每一颗木轮呢，它是有两个面是空白面，所以呢，我们在轮相专指呢，会出现空白面，就是没有这个业力的几率呢，如果就几率学来讲的话，那是二分之一的几率，算蛮高的，蛮高的，那我们就直接呢，针对我们所观察出来的这个第一轮相的善恶业，比如说你看到有杀生、有邪淫、有绮语、有贪欲，哇，那这是恶业，刚好是四个恶业，四个善业。那绝大部分呢，我老是会发现呢，大部分的人一定都是什么善恶都有，但是也有时候会偶尔出现什么，第三场第一轮相都是什么，都是恶业，那就表示这个人的前世啊，的确是比较有状况的，那今世呢，可能就过得比较波折。多灾多难。那我们把第一轮相的善业恶业观察出来了，尤其是大家对这个恶业都很在意，像我看到杀生、邪淫，这是生业里面很不好的一个恶业喽。那马上各位第一个直接的反应，要反应什么？要反应杀生，他。广义的含义呢，是有哪些的行为？
说，哦，那这个人有杀生恶业，那是不是他前辈子就是江洋霸道，就是十恶不赦，就是一个黑道大哥啊？不是哦，我们在看到广义的含义呢，杀生可能就代表呢，啊，他有因为口业啊，跟人家不实的批评、谣言，而造成了什么？啊，我不杀活人，活人因我而死的，哎，这也算是广义的杀生。啊，或是呢，他可能从事一些牲畜的养殖、买卖，他是开餐厅的，啊，那这也是广义的杀生。啊，甚至呢，他有可能是从事一些军火武器的制造买卖，这算不算是一个杀生？或是呢，他可能是从事这种啊军职，他必须要接受命令哦，比如像监狱里面的这个刑警的那些啊警察，哎，他某程度来讲也算是杀生。或是呢，啊，像我们的师姐啊啊，把这个怀孕的胎儿拿掉了啊，这也算是杀生。甚至在啊、曾经有一个师姐啦，我跟她讲说她有阴影啊，就是怀孕的时候这个胎儿啊死掉啊，啊，有可能有个感应到有个阴影跟在她的身边，需要她来超度。哦，她很不以为然，很激动的说：“老师，我怀这个小孩子了，我多想要把他生下来，啊，那是怀第一胎，连这个小孩子的名字我帮他取好了，啊，我多期待呢，我们能拥有这个小孩子，可是就不知道莫名其妙，这小孩子的心就不心脏就不跳了，医生就说他是死胎啊，所以一定要我把他给这个引产把他给拿掉。你看，为了这个事情啊，啊。”我都哭了好几天了，那既然还说我杀生，你说冤不冤？冤嘛，啊，好。所以你看，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这就是你要不要去了解？我们只是通过这个轮相来告诉你，你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就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因为这个胎儿你对他非常非常的爱恋，那他可能很多种因素啦，我们不清楚，可能是你生活环境的问题，你身体体质的问题，还是你可能吃错药的问题，因为有时候胎儿会死在变成死胎啦，我的医生也很难跟你讲清楚什么样的问题，我莫名其妙他就发生了。那我们只是通过这个现象告诉你，因为你对这个胎儿很爱恋，所以他虽然失去了这个生命，你看他的魂魄还跟在你身边。但面对这样的场景，地藏王菩萨就以这个所谓的杀生恶业呈现给你了解而已。所以有没有去体会这种含义的广义的应用？重不重要？它是表现出来你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问题，那你可能要进一步去了解它，还有处理它。啊，那他就问我说该怎么处理？我说用佛门来讲很简单啊，你只要来实时超度啊，甚至这个胎儿啊，这个阴影啊，受到你的超度功德福报的维持回向，还有祈求地藏菩萨的庇佑加持，转个身他又来跟你投胎了，再给你生了，再跟你继续啊接续这样下一个的因缘的啊，那进一步再告诉你，如果你要你这个下一胎能够想要好把它给怀孕生下来，那你可能还要去接收一些啊，比如说中医吃药的调理啊，比如像比如像我的自己的那个二弟的弟媳妇，好，他就
整整就流胎了四次。好，也是经过一两年这种医药中药的调理，后来才生下一个小女生，生下一个女儿。那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后天从有形的跟无形的来去了解之后，要去进一步的做调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查是要透过这个人像，不是去指责你做了什么坏事好事。所以才说，在整个佛法的学习上呢，我们是不要去想对错，我们要想叫因缘。好，我们不要去想着啊，你是在指责我杀生，指责我邪淫，你不要用指责这个概念，不要用我做错了什么这样的概念。而是说，我有可能在一个不好的习性、不好的因果业力，你要积极的去想说，我要如何去面对、解决问题啊？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问题啊！不要再去想着，我错了，好像你在指责我，为什么让这一个胎儿啊流掉变成死胎？那这是我的错啊！不要这么管。所以，面对这个恶业广义的我们一定要通过上课学习我们前几堂课花了好几堂课的时间都来讲解这个部分如果各位不清楚的话，现在回去看我们的教学影片，或者看老师写的《查三世因果》的书也有很详细的说明。那我们看到这个邪淫，那邪淫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就是它也是有广义的。好，你不要一下子看到这个邪淫就想说呢，哇，那是不是我这个对男女的各种情欲啊，我非常的淫乱啊，非常的就是软来啦，随便都可以跟人家这个亲热啦这个不是哈。邪淫它广义的，甚至就是代表的，除了男女之间的感情，它还代表的我们的婚姻生活、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还有你对家庭的观念跟看法。哇，你看这个广义的含义大不大？很大哦。所以有时候你出现邪淫恶业呢，可能也代表着了你可能这个夫妻的姻缘呢没这个好福报，所以你可能就遇到一个呢不如你意的这样一个对象你可能一时所谓的昏了头意乱情迷的跟他结婚了，结婚以后才发现原来自己进入了一个爱情的坟墓。那你为什么会进入爱情的坟墓呢？那就是告诉你有邪淫的恶业障。因此呢，你在这一世的这个婚姻感情的这个生活里面呢，你就会遭受到这样的一个果报，你难得怎么样圆满。好了，那如果是如此的话呢，你就要进一步去想象到，原来你没有办法遇到一个很好的先生可能这个先生有这个脾气比较不好比较喜欢唠叨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深刻的自我反省了，忏悔，是我要遇到这样的一个先生是咎由自取，是我的福报不够。因此当以后这个先生呢对我唠叨的时候，在对我无理取闹的时候呢，我还要像以前这样去跟他反击吗？去跟他斗嘴吗？去跟他吵架吗？你就不可以这样子了你就要去深思反省说这一定是我以前对不起你，所以我才这么样的不如意的嫁到这种先生该会这样是你自己选择那我的先生才会这么样，不好的这种言语啊、行为啊，来加注在我的身上。
不好的因果业力而来对我产生的一个报应式的触发，那我要虚心接受。如果你不虚心接受，先生对你不好，你还去跟他吵，去跟他骂，啊？请问你有受到这个处罚了吗？没有，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所谓法律界里面，不是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吗？叫做坦白从宽，啊，你要不要认罪啊？你认罪啊，法官就给你轻判；你不认罪，还在那边啊强势辩解，啊，死不认错啊，我就给你重判，啊，抗拒从严。其实所有天地之间的道理都是同这个道理的，所以看人跟人夫妻之间的相处，如果真的是协议出现这样的恶业，你真的就是要坦白从宽了哈，欣然接受，虚心受教啊。我们不是他在因果界里面有很有趣的一句话吗？人家在骂我是在替我消业啊，是不是？哎，你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呢，哎，马上就反应到，为什么很重要的六度波罗蜜不知所觉忍怒出来了？好，你看忍怒是多大的一个不得了的修行功课啊！你看你忍下来，先生骂你一次忍下来了，骂你两次忍下来，哎，你老婆觉得你怎么变了？以前你都会跟我吵，跟我闹。啊，而且也不跟我吵了，变得温柔了，变得可爱了。哎呀，人情不是弄错的，他也会适当来跟你做回应嘛。他可能他对你的吵啊，对你的闹啊，就怎么样，越来越轻缓了。慢慢的，他也会冷静下来，去看到你的优点，你的好，以后也不跟你吵，不跟你闹了，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轮相，他的重要的精神，这样慢慢的去体会，不就是地藏菩萨对我们最直接、最重要的教诲吗？啊，所以一定要去学习。啊，好，我们大概呢了解完这些善恶业之后呢，但是呢，你还要进阶的去。掌握住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上一堂课有跟各位提过，你犯的罪也有轻重大小之分，是不是？所以所有的善业跟恶业，我常讲，人世间没有那种一刀切下去其中是个平等。好，虽然讲说，那在我们的修为里面，善恶业里面，就是因为各种因缘不同啊，一直在产生所谓的契机实相。那也因为这种各种因缘不同，也会产生这些善恶业轻重大小的变化。那在上一堂课呢，老师有提过，在原始的经文里面，就是我们观察三昧道心的经文，他很提到说。我们第一轮相跟第二轮相呢，要所谓的相应啊。什么叫相应啊？比如说我杀生是个恶业，对不对？好，那我在第二轮相里面呢，我是拿起生业的那一颗末轮，因为我第二轮相不是有三颗生口意，我是拿起生业的那一颗末轮来沾持。我这个杀生它到底是轻重如何？那如果它出现的是我们说黑色是非常现世，这个所谓的大恶，短线是小恶啊，所以你杀生如果是出现黑线的大恶或是小恶，就代表这个杀生的大小轻重。那发生出现黑线叫做相应，可是如果是像这种情形，发生是出现了红线，就成为怎么样？不相
第一轮讲，因为这种善恶业的不相应，你可能要不断怎么样，重新沾持，重新沾持，重新念佛号，然后甚至要拜忏，所以啊，有可能呢，一整天下来，你都已经重新沾持了五六次，甚至七八次啊，都不相应。好，这也是老师在提到呢。我们在沾茶末里面两个非常严重的瓶颈，第一个瓶颈就是，哎，你对这个人向上广义狭义的了解，你有没有陷入这种狭义的文字上啊？你有没有用广义的含义去看所谓的杀生、偷盗、邪淫这样的意思？那因为这一部分呢，在经文里面呢，他没有做很清楚明白的注解，所以很多人在沾茶杀业报经的经文里面学不到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去领悟体会啊，所以他就不肯随便帮人家去沾茶讲经。那的确一个瓶颈，我们已经让各位了解，你要用广义的含义呢去看待啊，去运用。好，再来第二个瓶颈，就是相应不相应啊，一直不相应，不相应，不相应，你一直沾持沾持就沾，一直沾持不出一个很完整的结果来，你就会失去什么？失去爱情啊！算了，不要沾持了。甚至我们想要用这个沾茶末轮法门呢，哇，这个法门很好，我们要进一步来帮别人沾持啊。如果是一直不相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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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直你要他啊，不相应再念佛号一千声。两次一千声，三次一千声，啊，给你三次让他算的，我不要三次了啊，我就是去另外找个那个算命馆，帮我卜个卦就好了嘛，我干嘛那么辛苦来占？那就会失去这个法门呢，他的善巧，他要来教化人心，很重要的精神之所在。所以我在修持了这个法门，研读了这个经典之后呢，我就重新把相应跟不相应呢，在地藏王菩萨的指示之下呢，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定义应用。这个新的定义应用呢，我们就是不要再去管这个第一轮相跟第二轮相，哦，这叫红配红，黑配黑，相应不相应的问题了。我们直接重新定义。定义什么？第一轮相的十善业跟十恶业呢，就代表你现在这个善恶业啊，不管是所代表的广义的意涵，还是你的习性啊。那我们把第二轮相呢，再定义为你这一个善恶业可能会产生往好的，或是往不好的。然后再加上它数值上的变化，啊，所以我们就会出现呢，当我来沾持出现是一个杀生恶业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是把身口意这三颗末轮呢，同时拿起来，把它给沾持下去，也就是说，不是指生业是杀生，我指丢一颗这个生业那一颗木轮，而是生口一三颗，我同时沾持下去。那同时沾持下去呢？我们在旁边就有看到，我们也给它很简单的定义：红的长线叫正二，红的短线叫正一，黑的长叫负二，黑的短叫负一。当你把这三颗丢下去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三个面，因此。它的数值呢，来，我们可以请谢师姐帮我们再写一下，它的数值的变化就可以从正六到零到负六。好，那我们就一起体会呢，当我们把第二个末轮呢做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应用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去了解，当你沾查出来这一个杀生是个恶业，
可是在第二轮项的单词里面呢，我们可以去观察到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你这个恶业是往黑的数值还是红的数值变化？如果是往红的数值变化，比如可能正一到正六，那代表你这个杀生目前是往什么样的方向在变化？叫往好的方向在变化。好，那如果你杀生出现的是负一到负六，那就是你这个杀生就往坏的方向在持续的恶化下去。好，那第二个表现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数值有没有比原本的长线短线只有分轻跟重大跟小要来的更加的惊奇。原本是只有两个等级嘛，那现在变几个等级了？现在变13个等级。那变成13个等级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把这种轻重的变化了解掌握的更加的惊奇？是不是如此？那我们把这个第二轮相做这样的定义以后呢，我们就会很快可以来判断，比如说发生原本是恶业，可是一丢子出来正法，代表呢它原有的这个杀生恶业正法呢成为消散，往好的方向呢再发展。那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解释说你现在假设真的有堕胎阴灵，你已经有一个所谓杀生的行为了，那这个阴灵可能跟在你身边，那它对你的影响也不严重，不严重。所以有些人呢可能有被阴灵附身的，可是他可能是有轻微的失眠，偶尔做个噩梦，可是其他的健康里面影响婚姻感情事业也都没有受到影响，是不是？好，那就是什么呢？你有这个行为，但这个行为是什么？对你影响不大。而且当我告诉你你可能堕胎这个阴影的时候呢，你也愿意的去帮他来做实时操作这样的一个弥补的功课。所以这个杀生恶业有没有很快就可以来转化掉？这个就是不好往好的方向来发展。那各位体会，当你做了这样一个定义以后呢，请问符合不符合我们所谓了义佛法里面的这样一个精神跟意志呢？我们不是跟各位谈万法唯心所造吗？善恶在一念之间吗？是不是？你起心动念都去影响改变你的善跟恶啊？就这样问一句话，请问好人会永远当好人吗？不会。坏人会永远是坏人吗？不会。是不是？所以我们可能面对某个什么大和尚啊、大法师啊，他可能以前都是在弘扬善法，以前都是在教化人心，以前可能都是不求这些名闻利养啊，突然有一天有个人送给他一辆不得了的这个名车，他竟然接受了。所以为什么四依义里面要告诉我们要依法不依人？各位知道历代以来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在谁的身上最强烈明显吗？知道三昧璀璨是哪一个大师写的吗？乌达国师。乌达国师为什么那个人面疮会上升呢？他曾经十辈子被那一个他的冤亲债主那个恶鬼追了十辈子一千年，恶鬼都上不了身，为什么那个时候上升呢？他讲经说法以后，那个当朝的皇帝，哇，那他讲得太好了，送给他
器重的啊，金可能袈裟吧，还是什么仪式？仪式啊，哈、哦。所以，就像从来不求名闻利啊，那个大法师，有人送他一辆哇千万的名车，他接受了。那请问，这个时候他的念头是起了恶念还是起了善念？他起了偷盗恶业，起了贪欲恶业了吗？这样了解了吗？这个大法师他也会产生这样的什么？恶业嘛，所以看有没有善恶一念之间，所以起了恶念，已经在这上升了。所以好人起心动念也会出现恶念啊，恶业这什么业力就现前呢？他还好，他在年轻的时候种下的善业。给那个乾隆写尊者说，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他都看到你身边一直都有一个冤亲债主跟在你身边了，随时都要护你的身，他看到了嘛？那你可能不管是哪一个时候了，也毕竟你可能从年轻到这个二三十年的修为里面，随时都会有起心动念的问题嘛。啊，如果你中了这个恶念，就会被附身，你就赶快记得到那个阿弥陀来找我。我在告诉你说的因缘嘛，好吧。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啊，我们不需要那个乾隆的尊者了，我们只需要谁就好了，地藏王菩萨，我们只需要三藏木人就好了，是不是？三藏木人、地藏菩萨直接告诉你，你有这些术士的因缘吗？你有没有？你是不是修为了三四十年，但是你突然起了一个恶念？都在善恶心念之间无常式的变化，因此我们把这个第二轮相，你是杀生，你的确有这样一个不好的行为，可是你这个不好的行为不是起于你的恶念，而且你有在忏悔，就像刚刚提到那个英灵师姐啊，死胎的师姐，她是很难过的，她是很忏悔的，出来可能就是一个善的数字，往善念来变化，所以这种善恶的变化，有没有去体会什么叫善恶一念之间的变化？什么叫万法唯心所造的变化？是不是？所以善恶它不是固定的，它是会变的。啊，今天这一次来观察，我们来讲身体健康检查一样，你可能没三个月、每半年、每一年要不要沾查一次？所以不是沾查一次就认定你的一生了，认定你的前世到今生所有的善恶就给你抵定了？没有啊，人的善恶业从宿世一直到今世，一直到来世，请问这个是不是变动的？随你的心念在变动啊，它不是固定的。所以我们把第二轮相做了这种可善恶变动的一个定义，请问如不如法？如法吗？好，如法以后杀生会变为善。好，那我们来看到不偷盗，好，正义。那不偷盗管的就是你这一辈子的财富，你对钱财的观念啊，你没有不当的取得。还有不多吧，他还管一个很重要的，你对工作事业的态度是什么？所以他是管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财富，一个就是事业。好，那不多吧呢，我们就可以引申为，你对工作的态度呢是比较客观、合理、正常的。然后对钱财的观念呢，也是比较合情合理的。但是正一，请问这个正一是善大还是小？当然是小善嘛。所以你的今生的这个所谓的财
持嘛，才吃、保持、维持，好，要来多做。但基本上，有时候在商场里面呢，好，对这个善业啦，哈，我会比较少去谈，因为人的人心是这样子嘛，哈，哎，好的好像都是应该的啦，啊，比较不会去在意。毕竟我们要努力去改善的是努力什么？不好的嘛，对不对？啊，比如你考试，这个英文、数学就是你的强项，都每次都会随便考，都可以八九十分的，你还要去为他做补习吗？啊，不需要嘛，那针对那个不及格的五六十分的，你才要去补习加强嘛。同样的道理是如此。好，所以通常只要出现像这种，这里面不偷盗是不是正因？啊，善业啊，善根来得善业。啊，我就会把第一轮相呢，我就不把它称为这个善恶业，我会把它称为叫善恶根。好，用根好来代表，好，这就是你原本的善恶的这个根性。然后再从第二轮相的啊数值善恶的一个变化，我们把它称为叫善恶善业。啊，所以叫不通道是善根得善业。啊，小善的善业。好，那叫做杀生是恶根转为小善的善业啊，我用这样的来表达啊。那像不恶口是善根啊，也得这个小善的善业啊。那这个不通道跟不恶口啊，基本上来讲啊，我们就不再去多谈它了啊。那邪淫是恶根。又得小恶业，好，那这个当然就要很努力的去怎么样，严肃的、认真的去面对了。啊，面对说，我刚才提过的，先管的是你的男女之间的情欲，男女之间你对感情的观念，啊，还有你对婚姻家庭的观念，还有夫妻之间的互动。哦，还有你在婚姻感情这方面的种种福报因果业力，啊，所以看到啊，还有眼光，啊，那表示现在还是一个小恶，那可能呢，就代表你的婚姻感情是有一点不圆满，啊，不如意，但有没有很严重？啊，可能先生就是跟你斗斗嘴啦，啊，偶尔吵吵架啦，还不见得会怎么样，不见得会打你啦，然后会把你逼去。做不好的事啊，去卖淫啊，或是哦，让你背负很多的这个债务啦，啊，这个因为毕竟是什么小恶，啊，所以看这个大中小有没有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他现在所遭受的困难啊是怎么样。好，我们再来看到口业里面的不妄语。变为什么？负恶小恶了。所以很多人呢，在看到这个不妄语，哎，老师，这个由杀生变为好，我们好像比较容易理解。那现在如果有所谓的不妄语是善根哦，是好的，那变为小恶负恶，老师啊，这该怎么样去解释呢？其实也不难。好，我们要用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原本是不妄语的人，可是我现在变得我会什么？我会妄语了，这很容易了解嘛。啊，妄语是什么意思？啊，不妄语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会去随便给人家承诺，然后我会很守信用。啊。我以前是非常守重承诺、守信用的一个人，可是现在可能受到很多很多环境、人事、地物时的变化，结果我开始怎么样？我开始违背承诺了，我开始不守信用了，我开始啊，可能面临这个人情的关系，你对我有一个要求，那么你要跟我借十万块。那因为我曾经欠过你的情谊，好吧，我就答应说，好吧，我愿意借你十万块。啊，可是你真正要来跟我拿这个十万块的时候呢，
啊，我又跟你推脱，哎呀，我老婆不同意啦，哎呀，我这个家里又发生什么事情啊，小孩在家补习费啦，啊，爸妈什么生病了要医药费啦，好，那我这个10万块，然后我只能借你，或是说要借10万，那我最多只能借1万块而已，那就从不忘你变为什么小二了。啊，那这个第一个角度是自己的行为，我们在讲善恶一念之间嘛，所以这个念头是不是从原本善念，我要坚守承诺，甚至有人讲说，我都已经答应了借你10万块，纵使我没钱，也换我去跟别人借钱再来借给你，请问有没有这样的人？也是有啊，是不是？啊，为了信守自己的承诺，哎，不惜所谓的啊赴汤蹈火。上刀山下油锅，就是要重情义坚持到底，可是你改变了，恶业就出来了。好，这是第一个，用自己的习性的改变，念头的改变来看。哎，可是有的人就会跟你反映说，哎，老师好像我没有这样的行为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角度来看是怎么样的。好，你仍然维持不忘你，是你的善根，是你的善念，但是呢，别人会对你产生这样的一个不守信用、沉默的行为，或者是别人会来加诸在你的身上。那为什么别人会来加诸在我的身上？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善恶业的时候呢，各位还要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些从生业口业到业之间的善恶业，它是会怎么样？它是会互相连结，彼此会是影响的。好，那彼此会是影响的原因，就是说你可能这边有邪淫，那邪淫是你跟你啊，可能不都跟你先生老婆的这些不好的，那你就会产生啊这种不好的念头，所以可能你的先生对你有一些要求的时候呢，你就会不愿意去守承诺，这是你自身的行为，或是说因为你协议里面不好，所以换成你的先生也会来对你怎么样，产生这种答应你而没有做到的这样的一个信用跟承诺。好，也就是说你这个不忘你而产生加诸在你身上的这样一个不好的来骗你没有来完成这个信用承诺的，是从其他的什么恶业啊干扰影响过来的。所以我们不管在学命理学还是在学这个占卜轮相，我会很喜欢用一个概念来讲解，叫一盘菜的概念。这盘菜同样都是在整个菜色里面，你加个辣椒进来，不是只有吃到辣椒菜味道，它的辣味会渲染出去的。或是这盘菜你盐巴多加了一点，会不会让整盘菜都没办法再吃了？啊，所以它是整体在一起影响。你不能把它切割来说，哎呀，那我的口业就是口业，好，那我的邪淫生业就是生业，所以我的邪淫，我跟我先生的这种婚姻感情的互动啊，跟我跟他之间言语的相这个互动相处啊，没有关系，可能吗？不可能吗？这都是一体的，啊，他会彼此互相去连带的影响。你对你先生不好，你不可能啊，感情不好了，你怎么可能还对他和颜悦色啊，温柔细语的？那是不是就造成口业了？那所以邪淫跟口业呢，这是连带的，甚至口业也可能由杀生来产生影响，有不脱道啊，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啊，是善恶业都会彼此来干扰影响，是不是？那也因为这样子，就会造成你本身可能还是有这个不忘你的善根，你也不会随便去啊违背承诺啊，可是别人会来对你违背承诺。
遭受到这样的厄运果报，所以这叫不妄语产生恶业啊，善根变为恶业。那通常我们看到这种善根变为恶业，我告诉各位，你要特别特别特别的注意。怎么说呢？好，邪淫恶根变为恶业，老师的经验，老常跟师姐讲，哎呀，你的婚姻生活不好，你看邪淫都是产生恶业。通常这个师姐马上第一眼就跟你反应说，对啊，所加非人啊，你不可能嫁了这个老公都已经三年五年了，你还搞不清楚你这个婚姻是好还是不好，不可能的事嘛。所以恶根变为恶业，通常会有一种反应，就是那种不好的所谓的报应啊、厄运啊，会被你清楚明显，你就身处在其中了嘛。比如说啊，你偷盗变为恶业，那你现在常常就是负债累累，为了跑三点半，为了走债主到处在跑的，这个是你感受马上很强烈可以得知的，是不是啊？所以好变为好，坏变为不好，本质上来讲都感受得到啊。最不容易感受到的就是什么？比如说不邪见是善根，对不对？变为恶业。不妄语是善根，对不对？变为恶业。这种情形呢，因为你本质上是好的，你变为恶的啊，有点类似讲龙特叫温水煮青蛙，你不容易感受得到，因为这个人我本来就都是好的啊，我也不会去给人家随便的答应了，我是一个这种沉默的人嘛，所以我会认为说啊，应该每个人对我来回馈来对我，也应该都是什么总沉默的。可是他没想到，就有人会突然的对他开始怎么样，违背承诺啊，所以常会遇到，哎呀，我先生以前都不骗我的啊，啊，现在出现妄语小恶了，你先生开始要骗你了，这样了解吗？啊，但是儿子像说，比如说不偷盗，如果变为恶业，表示什么？我这个朋友以前跟我借钱，他都会还给我啊，现在不还给你了。啊，我这个工作事业很平顺，突然年底到了，公司要把你裁员了，这样知道吗？啊，这个就是你很容易会在于什么？我们不是说一句话讲得很好吗？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个不代表是一个善的，就好像你水平常都在安乐之中，失去了那个忧患意识，那一转为恶业，那个恶报要上来了。好，不管是自己的改变，还是别人要加诸在你身上的不好的，所以在三茶里面呢，对于善根转为恶业，一定要更加谨慎详细的去跟你帮他沾茶的人好好的去多啊讨论，去多了解哦，因为那是已经出现这样很危险的讯息的。好，不多让我们看到不邪见转为恶业啊，小恶一样，有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自己的，啊，自己的就是什么？我原本对很多观念、看法、见解都是很理性、客观的，这叫不邪见嘛。啊，我是可以很冷静的来讨论事情，我们来研究事情，啊，对，做我该做的，我依法如实的遵守这个啊品性、礼德啊道德，我好好把它做好，该做好工作，该对家里负责任啊，那这些我都会做好。可是转为小恶了，又开始变了啊，变得什么？变得那我平常都做得这么好，可是有人还是会，你看我的婚
婚姻还是不幸福不美满啊，我的老公还是没对我好啊，那我干嘛还要这样子？那我也可以让自己放荡一下，是不是？反正老婆对我不好，协议嘛哈，那我就去外面跟我的女同事、跟我的女朋友、跟我的多年不见的暗恋她的这个女同学啊，偶然又见面的，那我也可以跟她来一下，是不是？以前的不代表你一直都会如此，真变的。姐姐，你自己的观念受到一样外在环境的，你的婚姻、你的事业、能跟你的互动，你变了。但变得小二，注意怎么样？这个念头不好的念头刚刚开始而已，这样了解了吗？一样，危机的讯号产生了。好，这是你自己的改变。再来第二个也是一样，别人加注在你身上。老师啊，你说这个不忘你，别人加注在我身上，我还可以体会得到。不偷盗，如果转为恶业，别人加注在我身上，把我的债啊、财我的缘啊、我的功成款拿不回来啊，钱看得到，言语听得到，你说这个意业，谁加注在我的身上啊？如果以不邪见来讲，谁加注在我的身上？你说贪欲哦，其实业里面有一个叫嗔恨，如果不嗔恨，转为恶业，别人加注在我的身上，或许我还可以体会得到。就平常跟我很要好的朋友，突然呢，开始莫名其妙的来嗔恨我了，那这个业里面别人加注在我的身上，我们马上就要反映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意业它就是无形的，你的精神、你的意识、你的这种灵跟灵、你的精神跟灵界的互动关系。所以我只要看到有不邪见产生恶业啊，或是本来就是有所谓的邪见恶业啊，我通常第一个反应呢，一定就是说，你被附身了。我们在谈人跟灵界的互动呢，一直有一个非常重要重要的观念，那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当我们的精神意识被干扰被附身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一个很糟糕的现象，就是你会以为那是你的想法。这个现象的最严重，就我们刚刚所